哇，好香，好美啊！你干嘛呀？你见到鬼了？你背的什么？这个？这个？啊？送给你的石头吗？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你看我们家赛车手又来了。正在努力。你要怎么？对呀。啊？对呀。啊？对呀。哎，你怎么可能啊？我就要撞车了，撞车了。哪里有蟑螂呀？哇，快跑！真跑了。不是哪里不正常吗？看一下料子吧，有多重啊？这个？这个15公斤左右，你称一下嘛。15，16公斤。凭上身写啊，摸完这个色料，看嘛，这里我已经看到一抹色了，看到没有？多少钱啊？这块5万。多少？5万。哇，好香，好美啊！我眼里只有石头，我没有女人。谁信？表面上都色了，像这样的全毒药，老铁们玩心就比较大啊。但这里很大几率会出色啊，眼下爆高色，全毒药没啥可说了。哇，都说5万了，那2万。2万块钱这块卖不了。最低多少？3万8。你怎么一会儿凶一会儿不凶呢？本来就不凶啊。你是什么御姐？你不要脸，3万成交，不要啰嗦。是，你再啰嗦看，我不找你买料了啊！哎呀呀，快点找，快点找。好，3万块钱成交，走进去，我给你结账。